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大家好。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您会看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小不点的精彩表演，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有趣的经历。我们非常帮帮团的各位嘉宾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现在我就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非常帮帮团的成员，我们欢迎教育专家卢琴，懒橘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即将上场的小不点们正整装待发，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首先有请第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大家好，大家好，管彤姐姐好。你好。大家好，我叫蔡继康，今年9岁。我的大呢就是嗓子好，而且唱歌特有感情，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这小小少年多自信，还没等我问他呢，自己就非常大方的介绍大能耐是唱歌特别好，是吧？是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非常帮帮团的成员之一杨子一姐姐，那可是实力唱将。我觉得你在子怡姐姐或者说子怡老师面前说自己唱歌好，你心里就没有点负担吗？没有啊。我觉得子怡姐姐要开口一唱的话，恐怕你就不敢唱了吧。我肯定敢。肯定敢啊？对，是的。不是，你说还赶上我重感冒，这有挑衅的，你说怎么就这么挑衅，我也不能不唱啊。你说我唱两句你听听。好啊，好不好？嗯，好啊，好啊。我告诉你，子怡，你要不唱，你这一下就被拍倒在沙滩上了，我觉得这不行。啊、那我唱两句哈。嗯。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我把四季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没？哇，太好听了，这还是患上重感冒之后的水平呢。但我觉得比平时又多了一种朦胧美。所以真的，我为这小小少年捏了把汗。对呀，你敢唱吗？真的。那咱们唱一首，就是咱们唱的最好的作品，好不好？好，来，那我唱一首《亲爱的小孩》。好，来。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上回家的路。
听了我们季康小朋友的演唱，我想起一个词，叫做天籁之音。我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反正你一开口唱，我被你的演唱所打动所折服了。你九岁就能把歌唱得这么有感情，我像你这大的时候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呢。对对，所以你怎么能唱到这样呢？你教教我呗。可以啊。哎，这可以教吗？有，那你可以啊。那怎么？那教教我呀，你怎么唱的？就是我有秘密武器，我送你，你用了你就可以跟我唱的一样好了。真的啊？太大气了，看着好。有。啊。不是，你这啥？这是秘密武器啊？是啊。这是辣萝卜干啊？酱辣椒。这也是辣椒。对。就是你这都这么辣的东西，这怎么吃？吃完不喷火了？我直接不是那个那什么东西啊？秘密武器？这啥呀？给我也拿一份，我看看。这不就是酱菜呀、啊，还是什么的？又辣又酸又咸又甜的那种，是吧？是的，就是酱菜嘛。这外边不是都有卖的吗？这可不是一般的酱菜，这是妈妈亲手做的，我们家天天吃，里面有酱辣椒、酱萝卜、和那个酱豆子和酱豆腐。这个哦，你是说这外边买不着，只有妈妈亲手做的这个酱菜，然后呢你就每天都吃。是的。吃完之后就唱歌就唱这么好了。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那这样吧，你能不能先尝试一下，你给我们吃一块，然后你再唱一个歌，看看是不是就是特见效哈。什么味儿呢？酸的。酸酸甜甜是吗？辣的。辣的。我尝一块哈，反正我不需要唱歌，我先尝一块哈。酸的啊，好辣。你敢说吃完这个你唱歌能比刚才唱的还好？能啊。真的吗？真的。唱一个我们听听。可以。来。好像是唱的比上次好了啊。是哈。哎，你这秘诀还真有点意思，嗓音似乎更清脆了。好奇怪呀，这个小酱菜怎么你吃完了效果这么好，这么神奇呢？你刚上场说自己是住在广东那边是吧？是的。广东那边不都流行喝什么汤什么甜水吗？就你们家怎么吃酱菜呢？其实我们不是广东人，我们是湖南人，在广州打工，家一共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住在妈妈单位一个分的一个宿舍里。哦，四口人，然后是从家乡到广东是吧？是的。哦，这就是你们家是吧？那个蓝色桌子蓝色椅子的是我写作业的地方，
那旁边的那个床是爸爸睡的，用两个钢架拼起来，上面放些垫子就可以睡人了。啊，你和姐姐你们俩睡哪儿啊？上面是姐姐睡的，下面是妈妈睡的。那你睡哪儿呢？还有我的床。啊，你还有床。哦，这边对，上面是放东西的，然后下面是我睡的地方。如果奶奶平时来了的话，奶奶就睡这儿，我就跟爸爸一起睡。哎呦，大概这个房子有多大呢？不到30平方米。不到30平米，平常住你们4口人，奶奶再来了要住5口人，是不是？是的。你们就在这个房间，你还要写作业，和姐姐要写作业，是吧？对。哎呀，那还是挺不容易的哈。今天谁陪你来的呢？今天我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来了，那我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好，来，有请我们季康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上场。欢迎欢迎。宝贝儿子说了，就是因为每天都吃这个好吃的酱菜，而且是妈妈亲手做的，外边买不到的，所以他的嗓音才这么好，歌唱的才这么好听，是这样吗？其实呢，主要还是因为挣的有点少，不多。我一个月呢，也就到手的也就5000块钱左右。然后平时呢，还有一个姐姐在上高中，她还有一个姐姐。然后姐姐在，姐姐和她呢，两个人就有各种补习班啊，再加上我们的声乐培训啊，加起来都会有要3500左右一个月。爸爸要买药，还有一部分呢要给到奶奶做生活费，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费了，所以呢就平时省吃俭用，这个就必不可少了。那听上去还真的有点紧紧巴巴的，是吧？对对对。您说这全家一个月的各种费用，也就是您的5000块钱工资，是吧？对对对。那他爸爸刚才说还要吃药，是生病了吗？就2017年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大舒服，到医院里检查，就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哦。当时血糖指数已经达到了20，算比较高的。医生他建议是我打胰岛素，我试了半个月，觉得比较贵。对。哦，但是胰岛素可能控制的效果会更直接一些，是吧？后来就。经济原因吧，就改成了那个口服药。其实当时呢，我的这个病呢，不想让小娇晓得，不想让小娇知道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了，他后来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刚准备睡觉，爸爸妈妈以为我睡着了，就谈论爸爸病的事情，然后他就说爸爸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叫糖尿病，之后呢。要一直吃药，治都治不好，所以呢，我想了一夜，一整夜都没睡。第二天早上跟妈妈说了，我不学声乐了，之后呢，把钱省下来给爸爸治病。后来你就真的没有去再上声乐课，对吗？是的，是的。当时刚好家里面也确实需要钱，他一这样子说了，我就跟他爸商量，我就说，季康学习有些坏下滑。那个成绩有些下降，所以我们就要不就先把那个声乐课给停了，然后到时候了，等他成绩上来了以后，我们再继续。哦，你悄悄地跟妈妈说了，为什么没有跟爸爸说呢？我怕爸爸难过。怕爸爸难过，所以告诉妈妈，不要告诉爸爸你不上音乐课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啊？是的。所以妈妈才用了一个借口。对。爸爸也相信了。对。啊。就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感觉很愧对孩子，也愧对我老婆，那孩他妈，真的。爸爸一上场。低着头，不敢更多的看儿子，也不敢更多的看大家。我知道，作为这个家里面的顶梁柱，您心里有太多的愧疚和力不从心。希望让这个家更好，希望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是不是？对。我觉得爸爸妈妈要感到非常的欣慰，他能够知道，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然后爸爸又得了病，就决定
不再去他那么热爱的音乐的这个培训班去学习，而且告诉妈妈不要告诉爸爸。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懂得善解人意，懂得爸爸的心，这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比任何的培训，任何的富裕的生活都值得宝贵。爸爸擦干眼泪，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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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对于咱们家来说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几年我们小小男子汉就长大成人了，你会为爸爸为妈妈撑起家里的这片天空，对不对？对。所以加油，你是爸爸妈妈的希望。好了，接下来做好准备，让我们有天籁之音的小伙子再为大家高歌一曲，好不好？好。马上进入我们下面这个表演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特别棒，我们听听你奶奶的感受。小康，我特别赞赏你的自信，你敢挑战权威，你敢在众人面前放开你的喉咙，你不因为家庭贫寒，父亲有病，身居陋室就感到自卑，而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是人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从你的歌声中看到你的人生，看到你对未来的希望，看到你那种自豪，那种自信，为你的自信点赞，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好了，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欢迎继续
续收看《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儿大能耐。如果您家的小不点儿也想要参与节目的话，您可以把他的介绍材料和视频发送到屏幕下方正在显示的栏目组报名邮箱。我们在这里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儿可以早一天登上舞台，展现风采。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不点儿闪亮登场。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叫伯纳泽伊，我今年12岁了，我是一名中法混血儿，我的爸爸是一名法国人，我的妈妈是一名中国人，我可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哦，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啊，混血的小朋友是吧？那你的大能耐是什么呢？我的大能耐就是我拥有一半的法国人的热情，还有一半中国人的勤奋好学。哎呀，这个我们后天再怎么努力，估计还赶不上你这个大能耐哈。那这样，咱把这个每一半分别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咱们先来展示你那个什么热情的法国的那个特点，好不好？我想用一段舞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情到深处自然嗨。好的，来，有请。情洋溢的青春之风扑面而来，但是我想这只是你热情表现的一部分，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咱们法国血统的热情呢？是有的，在我们法国人众多的礼仪当中，有一个礼仪它特别的怪异。怪异？它这种礼仪啊，它叫做贴面礼仪。比如说吧，像两个人在路上，亲戚或者朋友在路上见面了，你就要进行一个贴面礼仪呢，就是要两个脸要这样贴起来，然后还要发出这种声音。哎，我问一下，这个脸这面贴完了再贴那面吗？对的，两面都要贴哈。那个像咱俩这样，咱俩试一试好吗？不如啊，不如不如，哎呀，又变漂亮，真好。哎，我觉得刚才这画风还行是吧？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自认为是法语的问候，母猪，我刚发音对吗？是对的，是这个意思哈。你好，但是比如说像泡泡哥哥和子怡姐姐，他俩在法国的街头邂逅了，见面也要像咱俩刚才那样打招呼，对，还得亲出声是吧？对，是吧？那个，那你俩要不要感受一下呢？那我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一个人感冒了怎么办呀？照样贴是吗？啊，传不传染也得贴是吗？那来吧，泡泡哥来吧。哎呀，就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子怡姐姐今天确实感冒了。来，泡哥。哎呀，好久没来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是到了东北的街头？啊，哎呀，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哎，这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是异性如果有这样打招呼的贴面礼，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哈。有一点。如果这个见面打招呼的地点，就是发生在不是街头两个人见面，发生在热热闹闹的婚礼的现场，上百名亲朋好友大家在一起见面了。那岂不是这脸要贴个没完吗？比如说像上次啊，我妈妈去带我去参加我那亲堂姐的婚礼，现场200多号人，哎呦，每个人都得亲一遍，是吧？亲到最后我那脸都贴得麻乎乎的感觉，都没知觉了。我妈更厉害，怎么了？亲晕了。到最后呢，她说，哎，这外国人都长一个样。这亲到了最后，有个人啊拉着他衣领说：“哎，你亲了我3遍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叫礼多人不怪是不是哈？
行了，既然说到妈妈了哈，咱们就接下来就说一说，就从妈妈中国血统这边反映到你身上是什么样一个特点。我特别爱看书，嗯，我家书可多了，是吧？我们看看。不是，你确定这是你们家，不是图书馆吗？这的确是我家，书最少得有3000本，然后这张图片的还不全。那你现在，比如说这阵子在看什么书呢？你看啊，像以前我就特别爱看故事书，故事戏剧类的，但是现在呢，我改行了。我看看，比如说像《20岁必懂的人生智慧》啊，《销售技巧》啊，《如何让自己的演讲更加打动人》呐之类的。哇，你好成熟啊！12岁的小姑娘看什么20岁的是吧？对，这些书呢，我觉得可以增长我的见识，让我开眼界，然后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说到这儿哈，我们从这小姑娘身上，是不是大家这个勾起了很多好奇心？说这样一个这么健谈、活泼开朗、外向的小美女，她的爸爸妈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有请我们宝贝的爸爸妈妈上场。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博纳泽义的妈妈，我叫高婷。我是菲利波·伯纳，他是我的老婆，他是我的女儿，我是他的爹，我是他的爹。这是爸爸写的小抄哈，是用法语做的标注，然后发中国字的音声音哈。对对对，这是我的老婆，这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爹。这看来这爸爸的中文水平好像不太行，是不是妈妈？啊，在来中国之前呢，他曾是这个 F1 赛车冠军车队这个总指挥师和设计师。哇 ，F1 赛车的总指挥师和设计师，哇，这厉害了哈！哎，这就是爸爸是吧？对，爸爸在中间是吧？对，我爸爸在中间。哎，看不出今天爸爸这么斯斯文文的外表，还有这么一个狂野的内心，是不是？这辆车是完全经过我爸爸之手设计的。哦，天哪！这辆车有名字吗？在比赛当中，名次是名第一名哈，第一名赛车，冠军车，冠军车。哎呀，这老爸这能量哈，非常的大。他以前是在法国这开赛车的，那你们猜猜他们现在在中国到底要干啥？看爸爸今天这身装束和气质，大家能不能够判断一下，现在我们这位来自法国的泽义的爸爸在中国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觉得就非常像这个一位大学的教授，是吧？很儒雅，对呀，很文静哈，有点像搞开发、搞研究的那种科研。对对对，奶奶觉得呢？他是一个大的公司的高级顾问。每天开着轿车去上班，这样的一个人，都不对，都不对是吧？那你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好不好？大家看一下照片就知道了。好，我们看照片，他是开拖拉机的。不是，这变化也太大了吧？对呀，这拖拉机时速再快，它能够每小时是多少迈？跟那赛车，我的天哪！他这些车也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就不是普通的拖拉机。对，我们坐赛车，我们要开冠军车，我们开拖拉机，我们也要开这个科技含量高的拖拉机，是吧？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啊、畜牧业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是吧？这爸爸真的很厉害。那爸爸现在等于就是，更多的时间是在中国跟你们两个一起生活，是吧？那我得问一下爸爸，在中国的生活您已经习惯了吗？适应了吗 ？Ce qui m'a agréablement surpris quand je suis arrivé ici en 2005, c'est de voir la gentillesse des gens et l'envie d'apprendre et l'envie de progresser. Et c'est pour ça que ça m'a rappelé une anecdote. Napoléon, il avait dit, laissons la Chine dormir. Quand ell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
他的意思呢，就是当他在2005年来的时候，真正吸引他的，来中国真正吸引他的，就是他中国人对待人的那份温柔，那份平等，也那份热情，让他更有渴望去学习除了赛车以外的知识。所以就认识了妈妈，所以就有了你，对，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妈妈，现在这个他爸跟姥姥啊、姥爷的这个关系处得怎么样？跟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父母特别孝顺，嗯，尤其是像我妈妈去年的时候搬新家，然后厨房里面不是很方便来回的那个放东西什么的，她就偷偷的去量尺寸啊，然后呢就亲自的去画图纸，买各种材料。就是像不锈钢啊这种，亲自去焊接，亲自去打造，给我妈量身打造了一个在厨房里专门用的一个小案子。其他的工作都不干了，那公司里面的事也不干，先给我妈妈做这个。所以说，这等于说是给姥姥一个惊喜，对，是吧？然后我爸呢，就是山东爷们儿，就是我们老家是山东嘛。然后我爸就特别喜欢喝酒，他每次出差到每一个国家，到每一个地区，总给我爸带那边最好的酒，包括朋友送的好的烟酒，他都乖乖的上供给老丈人。哎，这中国好女婿是吧？对，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先生酒量跟您的父亲相比，谁更大一些？Pas de problème. Chose pour le bejo. Le bejo, là, c'est plus difficile. 他说遇到白酒，他就有点害怕。啊，但是我发现哈，刚刚坐这一家人，我跟你们一起聊天，我就觉得就是你的法语很好，妈妈的法语也不在话下，就是爸爸他怎么就中文这么差呢？就是到姥姥和姥爷家，就是爸爸也是一点中文就都不会说，对吧？我听一个小道消息，说咱姥姥姥爷就为了跟这女婿交流，说他们现在据说法语练的口语也还不错了。对，有这事儿吗？是的。对，现在就是这两天，我爸就带着我妈自己上法国去旅游去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他要上学，以前都是我们带他上法国旅行，现在他们法语好到自己去法国旅行了，已经是都不用带翻译了，带了。对，我爸还有我弟。他们的法语现在都很好，就是他汉语还不行。天哪！我觉得哈，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重大的任务，就是用你的这个影响力，让老爸把咱汉语啊也学那么点儿。对，是吧？因为我就想着，要是能把他的中文给教会了，教得顺顺溜溜了，那我就离我的那个梦想又更近了一步了。是你什么梦想呀？是当一名外交官。因为呢，我呢想把咱们中国这个博大的精神去传承，然后流传到法国那边去，然后呢也让我们中国人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法国人的热情和奔放。太好了，在这儿呢也祝愿你早一天梦想成真。谢谢。好不好？来教爸爸一句中文吧。Tu peux parler en chinois？ 小不点儿。小不点儿。OK。大能耐，大能耐。OK，very good 啊，大能耐。小不点儿，大能耐。小不点儿，大能耐。接下来呢，我们的泽毅呢要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啊，就是下面这个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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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滴哒滴哒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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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滴哒滴哒滴滴哒滴滴哒嘿。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星啊，霓虹塔，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星星啊，霓虹塔，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这么好看哈？漂亮不光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是因为她内心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与阳光，就像那两首歌的嫁接一样，阳光彩虹小白马，有了阳光心里有了彩虹，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好看，对不对啊？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只活泼可爱的小白马哈，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绽放了光彩，现在请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欢迎继续收看《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如果您家的小不点也想要参与节目的话，您可以把他的介绍材料和视频内容发送到我们屏幕下方正在显示的栏目组报名邮箱。我们在这里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可以早一天登上舞台，展现风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钟欣瑞来自广东惠州，是一个爱笑的小姑娘，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欢迎钟欣瑞小朋友，首先告诉大家你的大能耐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大能耐就是我长得很黑。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妹妹，就我长得最黑，管彤姐姐，这算不算大能耐呀？哦，是哈，你说你怎么那么会长呢？你这也不太像爸爸也不太像妈妈，他们两个皮肤都没有你黑是吧？因为人老说那个白白的皮肤才漂亮是吧，叫一白遮多少多少丑，就是你不希望自己变得白一点吗？因为我本来就那么黑了，也不怕晒黑，可以在太阳底下随便跑，反正晒不晒我都是那么黑。否则像子怡姐姐似的，出个门还得涂八层防晒霜哈，回来之后又得看，哎呀，我是不是又晒黑了，是吧？这个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哈，就很轻松的出去去玩啊，去旅游啊，是不是啊？刚刚你一上场说我就是爱笑，我还发现真的，不是你像你像一个，我看看。真的挺好的，你这笑声也挺有感染力的。不是你怎么就这么爱笑呢？因为我妈妈平时就爱逗我笑，我不开心的时候她一逗我我就笑了。这里有段我妈妈逗我的视频，看完保证把你们惊呆。我扮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奶奶那嘴笑的，看看泡泡哥哥，看看子怡，我的天哪，哈哈哈，这边观众席都笑出声了。不是妈妈这怀着宝宝呢？对，当时妈妈怀着妹妹还有两周就要生了，拍那视频的时候还两周就到预产期了。对，我爸爸看完哇吓了一大跳，好担心妹妹就这样被妈妈给抖出来了。我的天，
心也太大了。不行，我必须得认识一下你这妈妈，太可爱了。妈妈来了吧？来了。来，有请新锐的妈妈上场。大家好，妈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您上场之前，我们都看见您在家里怀着妹妹时候大肚子跳的舞了。说实在，您那舞跳的还真不错啊。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怪不得呢哈，这个一般的孕妇妈妈不要这个效仿哈，我们这是专业人士哈。那我看今天妈妈和女儿穿的是亲子装，是不是有备而来，要给女儿助一臂之力的，是吧？两个人先给大家跳一小段，好不好？好，来。我真的觉得这母女俩往这儿一坐哈，就觉得那么乐呵，我都能想象出来你们家真的是欢声笑语不断。但是我觉得作为父母哈，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肯定不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这都能够保证宝贝开心。比如说学习啊，你不认真了，你走神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我肯定要批评他，是会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对不对？有，经常有。我和爸爸为了能够让我们自己保持住一个平和的心态，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来，多多你跟大家说说吧。我们家有一面荣誉墙，我给爸爸妈妈准备了小红花，只要他们能做到不发脾气，逗我开心，给我讲故事，陪我玩，我就会给他们奖励一个小红花。如果呢，他们对我发脾气了，我就要扣他们的小红花。就是这面墙，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就想到大多数家庭包括学校都是给孩子奖励，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父母应该说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应该是个楷模。我觉得只有我们父母做到了，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让孩子跟我们打分。我觉得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父母，能够孩子也会成为一个好孩子。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妈妈，相信呢会给很多电视机前的家庭哈一些思考和启示哈。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也适合你喜庆哈，整个那种氛围哈，都让人家有一种要开怀大笑的感觉。子怡姐姐，感受如何？我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她身上那种喜庆劲儿是从她上台一直到现在都是一直保持的，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棒。你自己的那种自信啊，你看虽然我黑，但是我不怕别人说，我觉得这种从小就有这种自信感特别好。我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加油！
谢谢谢谢欣瑞，你今天的笑容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了，现在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儿大能耐，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揽局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现在让我们有请小不点儿们再一次登场。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有请非常帮忙团的各位成员把我们的礼物送到小朋友们手中，祝福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非常棒棒团，也要谢谢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和鹤。小不点儿大